这都不算朋友的话，要什么才算朋友？殿下，陛下去找神君打架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有些交情不可能那么容易就破碎了。你们到底是何人？大泽山古镜，大泽山阿英，这一次只有我能救他。 多谢你了，叶爽。我可是大泽山的长老，不去你的大泽山长老。这个是我们的朋友阿九。你是乱交朋友的毛病，还是不改？什么叫乱交朋友？阿英说的对，我古今今日也交了你这个朋友。交交交，有的是快肉。 咱们也算是同生共死了一场，按照我们应得的规矩，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。又是，你经历了这么多磨难，我交你这个朋友了。要是没看出来，你还挺厉害。正常发挥吧。 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谁又说得准呢？明山我要，阿静我也要，美好的明天掌握在我自己手中。母亲，叶爽，阿九，阿姨，那我这个面试找你喝酒，你可会来？ 你又这么不喜欢你姑姑啊？他愿意经历什么，不愿意经历什么，不应该古今自己说了算吗？别人凭什么替他做选择啊？我跟叶爽去找你好了。啊，你们不用来了。那怎么行？怎么分开？啊？ 等我找到了宁山，我就给你划来大块地，你想待在哪儿都可以。我们又胳膊是狗血族，还养他人一线。太昭若有需要，可以用紫衣冕石来召唤我，我就会马上出现。以后就叫我的小命阿九吧，这样亲近。可是你们口中的女仙君。 我已经全然不知了。那些往事，你不记得也罢，但不论你变成谁，我都是你的好朋友阿九。你不想回去也可以，反正你做了什么都行。不如我们闭嘴。阿九，阿姨。 我陪你去白娘岛吧，把你师兄抢回来。好，刻不容缓，现在就出发。